觉得应该要放一下，就是在开始之前，因为里面包括这一次勾并案，也有我们这一本书长久以来提到的夫家跟王家嘛，包括我们蒋渭水到最后还是引用出来，有那个独立者大会的宣言这样，然后他旁边这里有写到，有1924年辜显龙，吴政府的父亲，吴连松的祖父，吴仲亮的曾祖父，都是一家人。有力者大会，那时候有力者大会，连夫人、仆人加进去不过20人，全岛无力者大会来了上千，1%对99%，其实跟现在差不多了。他们跑去澳门签约那几个，对啊。对政治法律毫无理解，对人道主义感受反应不强。20世纪之绅士阶级，此种腐败面料应绝灭。不图最近有辜某用自私自利之混蛋，敢自称为有力者，唱开大会而欲反对最合理的、最有秩序之运动。辜某既往之历史，世所周知，故不足深者。然若任其张牙舞爪，切恐使一般人士抱疑惑之念，故无人为欲唤起全岛兄弟之注意，不得不为相当之本事。别以无人因欲永固无人之自由与权利，以其污蔑伪造舆论，蹂躏正义，自称为全岛有力者大会之怪物。然后他的曾孙现在搞出了一个媒体怪兽，所以。对，这是我们等一下讲一讲，可能又会跳回来这个媒体这一边。然后，我先插上来，插过来，伊讲高安高海宁比人比，啊，迄个啥？五柳枝吼，比鱼翅，啊，看着哦，比热气，就是讲。过一年吼，捌伫一边公开吼，就讲伊吼，到尾就是台湾的甘地，就是印度的甘地。哦，甘地。嘿，啊，迄阵台湾人吼，你讲甘地，迄对音翻过来吼，所以较准吼，甘地吼，吼就讲甘地。啊，所以伊阵用迄个话吼，即个回应就是咧讲，我过一年咧讲你比吼，就是甘地吼，特别是迄个五柳枝吼，咧比鱼翅。特别是那个五柳根啊，啊，那穿那个意思是五柳根，五柳根里边，对，穿那个嘿，较俗的物件，啊，比那个鱼，啊，那个跨脚，啊，那个阔的料，啊，比那个鱼啊起，啊，我穿的水那个门关阿哥阿伯哥有无？啊，刚才一三一三，就报告。就日本时代台湾人传的。哎，迄个时阵嘿对，因为讲迄个去迄个，啊，所以伊带咧耀武扬威的时吼，即无力者大会即个人是公开吼，真有正经，啊，真迄个出来讲甲平话，啊，民间就是亲像迄个咱迄个，蒋渭水，哎，我的青春，我的火啥呢吼，讲老师咧带讲，哎，带咧翻工，啊，不是，吼，就是打打乌工，翻工山吼，哎，就打打乌工，阮五样安尼啊。啊，伊这个方式就是较属于迄个反讽，啊，讲阮员工伊是干比，啊，我咧去咧比伊起，啊，拍了后咧比伊起，就这样子。敢靠谁就对了。对啊。那后来有比较进步吗？因为以我所知，现在跟那个蒋光这个看得很无奈，现在跟的状况跟那个有力者单位其实啊，无力者单位其实很像的，只是。有点像狗吠火车吠完以后，我比较支持抗议，就是飞弹大炮那种飞过去的那种，就是因为你口头抗议完，然后财团照常运作，后面镇压的归镇压。那时候人是有站出来了，上千人，那现在是慢慢凝聚，因为我们其实中间已经隔了有一个断层了，从野百合学院到现在，甚至2008年那次野草莓学院也被视为是失败的。然后
他们最近就是陆续有文章出来，就是说站在一个新的起点，意思就是说从这个世代是不断面临失败，然后但是却不断去冲撞的那种感觉。那当然是那一次野草莓学院在那个自由广场失败之后，他们几乎就是全部都回去自己各自的大学，然后再成立异义行社团，然后成大五零二社，零二社就是控一下嘛，孔门控一耶，零二控一，然后就是各自有各自啊，台大浊水溪，中正就牧夫们嘛，他们就渐渐的啊写文章，像现在那个行男应该嘛是他们大概同质性都还蛮高的，一起办那个杂志这样。对啊，没关系，我们就是先开个头啦，就是用反媒体垄断开头。那我们接下来回到枪骨在哪里？再给大家看一些啦。叔叔，可以问一下，那个刚孤家三代这样子，我刚看不懂。孤显荣，孤政府，孤连松，孤重量，这样吗？对。哦，还有两代。是。所以孤政府，我比较熟的是孤政府。孤政府是孤重量的阿公的爹，对不对？对。孤连松比较没有，孤连松是他爸爸啦。对呀、然后这一次，我们看一下那个。对啊，迄个吴瑞仁，对吴瑞仁，伊多少讲着一个物件，就讲伊咧讲起迄个学运世代吼，是一个被宠爱的世代，就讲伊咧是1990年吼，迄个时出来迄个，对野百合迄个那个，他迄个时阵吼，拄啊好，吼都吼无吼，台湾这边无像中国安尼用，就是吼不用暴力镇压吼，所以伊伫迄内底吼，全啊有真侪物件。他那表面上看就是这个过关，啊过关了，迄个过来就是后壁迄个争取迄个总统直选吼，完啦顺势，所以1996年的时候又打算2000年的时候又再说吼，迄个政权轮替，所以伊伫迄个年代内底吼，可能是伊刚刚讲伊是顺遂，啊结果伊刚吼，伊这绝对伊家己反省就是讲。那看即马即个2012年的核心吼出来的这个空间环境吼，其实是因在因吼迄个1990年的时候，叫做优势，啊嘛叫做受宠，但是伊是失败。啊，即个较艰苦的只，因只团就是因只是已经东北亚内底，啊是未来上佳好。反正现在就是学院世代，老师也是学院世代嘛。啊，就是我其实还好，因为我们觉得每个世代都有每个世代自己要面对的问题。啊，当然是各个世代能针对一个事情一起去发生，那是最好。所以其实不用太刻意说哪个世代的错，哪个世代的错，就大家都这是全台湾公民共同的责任这样。啊，然后这个还是看一下，因为刚刚那个瓜分。台湾一传媒的张怡案已经在澳门完成签约，先前没有曝光的第四位跟第五位买家也浮上台面，他们是殡葬业的龙岩集团董事长李世聪以及台湾产物保险董事长李泰宏，这两位股东分别跟辜仲亮和蔡衍明有密切的往来，再加上台塑集团的王文渊，五方合资以175亿从黎智英手上买下一传媒。备受瞩目的台湾传媒交易案28号凌晨在澳门完成签约，买方股权架构确定，分平面跟电子媒体两大部分。原本最大股东辜仲亮因为金管会产经分离政策要求持股不得超过20%，所以辜仲亮的持股从34%降到平面电子各占20%。然后现在就是辜仲亮变20%，王文渊还是34%。然后蔡衍明是叫他儿子出来签平面啊，32%，啊他不敢买一电视，因为买一电视的话 NCC 就会管了，
现在是金管会加他降成20%嘛，啊，他现在不能插手这个一电视，所以这个是他的好朋友，所以叫他插手一电视，所以其实他，啊，这个跟孤连松是好朋友，孤连松是他爸，所以这个跟这个就是最主要还是这三家啦，对啊，啊这两家就是我们这一本历史悠久的姚喜文晋能兵啊，这一家蔡家新出来新事业。台硕集团总裁王玉耀身为最大股东，电子平面各持股34%。光网集团蔡衍明由儿子蔡少忠代表持股平面32%。一电视部分并未投资。新曝光的第四方买家是龙岩原本董事长李世聪，接手不重量平面跟电子各14%的股份。还有第五方台湾产物保险公司的董事长李泰宏，则承接蔡衍明原先的一电视32%的股权。根据了解，龙岩李世聪跟中信金辜连松是好友，这一次为辜仲亮挺身而出。而台湾财险的李泰宏跟蔡衍明同属半股票方，所以市场人士认为，台湾传媒将来还是应该由原先的三大股东控制。买方团队透露，黎智英因为税负的考量，特意选在澳门协商签约，双方并未公开说明。上午，香港交易所公告，壹传媒暂停买卖。台硕也发布新闻稿表示，是台硕的关系企业投资媒体，并非台硕直接投资，未来不会带有任何的色彩跟立场，会发挥媒体监督的影响力。龙岩也发出声明，强调是董事长个人的投资行为，与公司无关。记者综合报。都说无关啦，但是最后应该就是我们看变化嘛。那之所以讲到这边哦，其实只是其中这里面其中一段话，328页啊，就是上面写到，人们从电视里听见老农派立委气愤的为农民争取权益，而通常，第几行？1234567。8、9、10、11行，就中间那一个。譬如人们从电视里听见老农派立委气愤的为农民争取权益，而通常不会深入探究农地开放自由买卖到底真正谁获利。电视里面其实，我前几篇看文章嘛，电视新闻里面告诉你的其实不一定是真实，是它的诠释过后的那个面貌而已。那我们今天没有一个自由的媒体环境，没有给他们新闻自主的空间。苹果日报跟壹电视不要算，因为壹电视没有上架，它的影响力还很小。谁没有看过一周刊？谁没看苹果日报？谁没忘？爽报好像没怎么看。光一周刊跟苹果日报就。他的每天新闻其实大家都知道嘛，现在新闻电视都是看那一天的报纸下去做议题，然后下去做采访，主轴都是跟着，其实还是跟着平面媒体走。所以说大家，NCC 主委就是他们有，就是支持这个并购案的人，他们有一派说法说，现在网络那么发达，言论那么多元，怎么可能会有媒体垄断的现象？但是他说现在大家都不看报，买个报纸，然后一家没上架电视，怎么可能会影响到？但是今天四大报里面，联合报已经是讨厌台湾人的嘛，老板。然后中国时报跟苹果日报现在之后会变幕后推手，就变同一个老板。然后自由时报。林龙山他们现在也是因为三立的事情，其实也知道他的倾向，最主要都是商人啊，不是一个报人的办报的精神这样子。那报纸是这样，那电视跟着报纸去走，或甚至电视自己背后也是同样的老板，影响到网络。其实我们现在网络每天转贴的很多还是从报纸媒体新闻电视截取下来资讯，再重新获得心得，在网络上散发。那其实说，你说报纸跟电视没有影响力，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对啊，这是
媒体这一块。哦，一开始大家好像很沉重，真的，真的太沉重。后面我会想办法让大家开心一点。看还有没有可以解答？我比较会去看到很痛心的是在那个老龙派立委这个栏位啊，336页，老龙派立委他从336页到345页最后阶段，这里几乎都在讲，号称为是在为农民争取权利的这些立委啊，他们都是称为老龙派的立委嘛，那嘴巴讲的是一回事，私底下那个坏口当做一大堆是另外一回事。可是他们都是用白手套的方式在粉饰自己，然后争取选民的认同。这里面就有讲到好多人，他们其实当选立委之后，反而做了更多的那种私利的事情，然后伤害到人民，伤害到人民。这里面。像很反讽的讲到那个导扁的那个何志辉啊，他自己反而是一个贪污案子，判刑徒刑19年，可是通常这种状况，他们讲都是政治迫害。那他也曾经参加过红三军导扁，那自己私底下却是一个贪官嘛。刘松板那个我们，对啊，刘松板，阿龙家拢知影，刘松板那个都很可恶，然后他又讲到现在还有现任立委，他当过副总统嘛，刘松板，行政院长，对啊，还是刘松板有，立法院院长，立法院院长。那像在现在我们还看得到的，不见了，罗福不知道躲哪里去了，罗福助也跑掉了。对呀、啊，对耶，这样想起来，很多以前赫赫有名的立委，后来怎么都没有见到名字，人都跑掉了，对啊，因为有跟黑道挂钩的一些私利事情，可是他的下一代还是在啊，而且继承了他的位，最近的林清标。哦，对，他要推他儿子，然后他儿子要出来，他会被当选，还是会当选？这是台湾人民的悲哀，真的是。今天报纸上的标题都是那个李朝清哎，到底李朝清是怎样？安红亚当怎样？今天每个报的头版都是他。其实，基本上你说台湾的社会哦，是谁在用媒体在主导人民的情绪起落？比如讲，你基本上那个。啊，就讲蛮久没开过会啊，对吧？没开动没起来是，那就哦，透过媒体说发生点什么事件，然后大家注意力又跑到那边去。就说人民哦，对于经营台湾的生存，没有一个没有一个大家共同讨论的目标啊，比如讲，没有透过那无关那个机制哈，人民产生。共识啊，甲主导运去运去，咱即拢是变做就讲，你后壁行动，你后壁行动，啊，咱是行动对后壁行动，敢若拢无啥共款，也是讲本来拢共款，但是咱拢无少讲嘛吼，啊，所以然后伫即内底，咱就是伫即内底随时在主导，啊，所以你像讲迄个李朝清啊吼，李朝清伊即伫迄个，若讲伊的行为事实吼，伊是早迄阵啊迄个，可能吴敦义吼，什么招乌多啊去海外度假对。啊、哦，那个像就一清二楚吼，那是讲，那个时阵的媒体啦，还是人民吼，啊，透过遐资讯，其实是可以知道一些什么代志是会使发生，包括就是讲，这个国民党嘛，不应该去，迄款提名，无论你去选副总统，因为迄对因的评估也是足负面的，是，就唔敢嘛。但是问题是台湾嘛，可能。这次只是盲盒在被主导，啊，我们就一直在那主导里面，哦，那些欢喜情绪啊，然后做反应，啊，所以那些反应都不是我们真正是为生存再去做的一些，哦，那些讨论、共识、决定、行动，
慢慢较少一般的形式。啊，所以这边的学生吼，因可能是对这咱看见嘛，可能就讲哦，迄、那个媒体的垄断吼，啊，对九月以后，因开始出来，啊，发现这个社会是来肯定啦，啊，然后因嘛得到鼓励，啊，然后佫再来，吼、哦、，next day 一步一步，再看到迄、那个。哦，企业财团特权都更加好，迄、哦那个肆无忌惮。啊，政府诶，看他秘书，咧到边啊咧敲边敲边鼓还是咧鼓掌？啊、哦，你想讲迄个公平委员会，迄个内底吼，迄头前，你即摆即内底，其实我讲迄个委员会，伊讲啥物，听出来就是讲，伊去肯定遐学生因诶迄个出来因，然后伊无定想要鼓舞即伊拄啊迄个物件吼。转变成学生的思考的迄个一个焦点，来去发挥一些，搁再来行动。啊，所以伫即内底讲，遐学生当我安想是，啊，咱即来做学生的哥哥姐姐啦，还是爸爸妈妈啦，还是叔叔伯伯啦吼，咱即是安怎教这学生去，就是要伫即个环境内底去做什么，做什么代志？有啊，公平委员会其实有权。有他的公权力，对，啊，所以这里面就看他们怎么样。但是今仔为止也无看到因，因为迄个人民啦、学生啦、学者啦、专家出来讲迄、那个，吼、哦，唔当的时候，因做甚反应？啊，那个社会力还不够大。昨天的公民会是里面的学者、专家都一致反对这个并购案。是啊。场内其实。场内像公司他们自己啊，也是都有上传到那个 YouTube 上面，就是整个公听会这几个公听会的内容都，他整段应该都上传上去了，啊，大家有兴趣就可以去点来看。啊，场外朱小吉昨天很值得肯定，就是南部哦，他们礼拜二就是他们其实是礼拜一去行政院前抗议嘛。然后在行政院，冒着雨，然后那边搭帐篷，那边睡一天，隔天继续这样。然后他们根据就是2008年野百合那野草莓的经验，就觉得说，一直留下去那个实力会弱掉，不行就直接退散。他们已经运动到已经有点成熟到说，知道说进退，然后知道说下一次决战点是在礼拜四的公听会，礼拜二才 po 一个活动出来，啊，我有帮忙转传，就是希望号召南部的同学一起北上，啊，短短才礼拜二，可能晚上才 po， 礼拜三就要决定要出车要几个人了嘛，礼拜三下午三台车确定上去，坐满哦，然后。就是南部的有三台，很有行动力，包括我们中正大学，两天就弄好了。包括我们中正大学，就是一台车从屏东到高雄，高雄大概3点多就出车，然后一台车台南，一台车嘉义、中正这样上去，真的是学生也是很拼啊。然后他们都不会觉得说这不是最后一站，这只是刚开始而已，那我们就继续。看能站到哪边就继续站下去，这样。